其实咱吃的那家餐厅味道还可以吧？还可以。他家生意也挺好的，他家做的饮品特别好喝。咱吃不下，我不忘了。就胡乱炒菜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小炒黄牛肉、牛蛙、蒜藕粉丝。还有一道菜啥？鸡油，那个狮子头。牛鸡牛蛙。 我觉得其实一般那种白斩鸡啊，那是白斩鸡做的，外边都一般，不入味儿，但他家真的还可以，我觉得今天。
还是好多。你走那儿去了？我给你红方肯定不要去啊。不是那个烤肉。韩式，你吃过 K 某某吗？川炉，我觉得这是我吃过韩国烧烤最好。